成员高虫，然后我们的主题就是逛逛逛，然后呢目的地是城隍庙，就是豫园。对，因为我以前特别特别喜欢去城隍庙，因为有很多便宜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带他去吃，不是去吃啊，去逛。对，去逛不是去吃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陈琳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SHI 包店高虫。作为上海这边的东道主，要带高虫去玩玩，认识一下上海。对，城隍庙是一个反正我以前特别喜欢去的地方，就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很好吃的小吃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在食堂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是就是想稍微填饱一下肚子，然后我吃了之后呢再睡一觉，我就基本上是消化完了，我等会儿就会肚子饿了。但是你这是不是这个？我就让他给我少盛点，就要盛了这么多。那你我那你等会儿留点肚子吃小吃。我打算带你去吃小笼包，但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哪里有小笼包，就看着吧，看着再说吧。我们先吃，然后等镜头再一转，可能我们就到了城隍庙。江江江江，我们现在到达了豫园。往上，往上，啊啊啊！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吧？好高级，我第一次用这个东西。哎。然后拿出我上次写的计划表，成员高虫，高虫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主题是逛逛逛，对，现在没有开始，因为我们刚刚在食堂吃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打算先去逛一圈。我听说你做了攻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我还想之前我不跟你说，我想去一个就是有鱼的一个那个展啊，展啊。我带你去，不要去展阁，我带你去看真的鱼。我带你去去喂鱼怎么样？对，我今天也有那个，但你计划就是喂金鱼，喂金鱼，特别好。对，哎，吃小笼包，吃过吗？小笼包？我就没吃过正宗的小笼包，带你去吃正宗的小笼包。天哪，穿搭酷炫哥耶！对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特别冷嘛，因为最近降温了，然后我就想穿一身黑来吸吸热。好像有点过于吸热，我现在腿都烫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快点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我以前特别喜欢来这种十元店，就因为没什么钱，哦，就只能在这种十元店里淘一淘。好久没来了，我以前特别喜欢来，对，就有点睁不开眼，就显得我眼睛更小。好看的，在我的心中，你永远是好看的。好恶心哦！如果在那种春节啊什么的，就会挂那种灯，然后晚上特别好看。跟你讲，人山人海，现在都不算人。哎，就喜欢就口味都可以。对，我什么都能吃，辣的也能吃。不用担心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好的，没有预算。玫瑰都是。哦哦，我听说齐静上次带那个刘静涵是吗？啊，对，去吃那个吃什么来着？螺蛳粉。啊，来这吃螺蛳粉？就是啊，这螺蛳粉又不是上海的，而且螺蛳粉齐静天天吃，还没吃过呢。螺蛳粉。哎，不是他们花多少？好像花了很少，好像我们可以花他们的预算吗？好呀！哇，充满了回忆。可以啊，小时候老来这种地方。对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他是做那种手工的，就是串珠嘛，或者是那种石头，他就会到这里来买那种材料，就是批发材料。我喜欢跟他们一起来，主要还是来玩。老酸奶，你想喝吗？为了方便购买，我想喝热的。老酸奶是1块钱，我给你付钱，我给你付钱。哎，要一个15，要热的吗？要热的。还有2个罐子。喝过吗？喝过吗？其实我没有喝过。来来个汤。啊！是不是飙到我眼镜上了？好酸哦，还蛮好喝的，冻冻状的那种。对，好喝。这两个管子，这有口红的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把这管子挂上。好
到了老酸奶，对，然后正好就有了四号门，推推推推推，哇，人还很多的，对，走吧。就点这个吧，鲜肉，鲜肉小龙馒头，对焦。不能放大，因为我们刚刚还说要买那个小龙，但是转眼就买了蟹黄灌汤包，是那种能吸的，对对，我在网上看到过，一起喝，一二三，里面有巧克力的感觉。还挺好喝的，好烫。哎呀，哎呀，快快快，掉出来了！你拿那个管子，快，我是下面吸。发出了老头子般的声音。哎呦妈呀！让咱俩吃的这个埋汰，埋汰是什么意思？脏啊！来吧，来吧，吸。都是蟹，你真是比这个，哎呀，我们吃的真好埋汰，好脏哦。人家吃到脸都肿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消下食物，去抢吧，看一下，带我走吧，那边那个。走，我熟。好拥挤，好拥挤，人票多，人超多，要记得给叔叔阿姨们打个码哟，后期的小哥哥小姐姐们。先去看一下那个牌子吧。我们现在在哪呀？哦，那我们进去吧。看到了吗？哎呦，你想住在这吗？人家在这办公哈，阳光明媚，外面还有假山，那景色特别好，心情很愉悦。这里就是我的舞台，反正是二楼包间，沈阳的舞台。那我帮你拿着，然后你去演吧。我才不呢！现场有很多观众，很多观众太吓人了。哎，那你觉得跟小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笑啥呀？其实我没有来过，我是第一次来，所以不然我干嘛老哇哇哇？你一个上海人，真的，哎呦。我这不是就是年纪比较小嘛，就是也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外面那种食人见识。奶奶再仔细看一下不就行？
在去吃东西。嗯，吃啥好呢？刚才走那么多道，我已经消化没了，我饿了，我又再次饿了。桂花赤豆羹，对吧？对。嗯，香。很甜很好喝。完了，那没有喽，我们又来吃面了。对，又来吃面，刚刚吃完，刚吃完赤豆羹。我们吃的本帮特色腊肉，对，齐静不能吃辣，我可以吃，我也可以吃。这样显得这个碗真的很大，其实这个碗，也没有很大，就是。比我的脸还大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。我也没吃过这个面，但是它跟正常面的话，它的肉挺不一样的味道的，嗯，甜。然后里面虽然我吃了这个面，但我其实想的还是小笼包，还想吃小笼包。你长得就像个包子。最后一站，小笼包。买了这个小笼包，现在感觉出来怎么样？觉得好玩吗？好吃吗？我要跟陈琳前辈吗？无论多冷，无论风有多大，我都是开心的。那今天的行程非常的愉快，然后呢，这次陈琳前辈领我玩。你要是去沈阳或者去哈尔滨，我就找你玩了。我现在知道是去沈阳找谁了，去找高叔。对，我已经想好沈阳有什么好玩的。沈阳有个蹦床，我知道。顺便看一场沈阳的蜜丽的 X 号，蜜丽的 H 号啊，蜜丽的 H 号，对呀，蜜丽的 H 号。嗯，真的好吃，得到了满足啊！真正应该搞个那种麦，收我们这个咀嚼的声音。